我喜欢上淘宝买东西，很方便。它可以直运到新加坡，所以而且比我们便宜。可能最大的互动的话就是小红书吧，很多的商家也用到了小红书这个平台来推销他自己的产品。张家界啊，还有峨眉山啊，很多地方啦，下个应该还有新疆啊、西藏啊，还有很多地方。 过来的都很用功、很努力，去很向上。中国影响变化的影响，只是在经济上面带动新加坡的经济。中国的发展对新加坡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。